今天有喜要庆贺，魏和兴的买卖重新开张了。好，老当家的还在头七，所以呢，挂上了蓝绸的。各位按孙某人以魏和兴当家人和宁海州侦缉队长的双重身份，与大家一起庆贺这个大喜的日子。好。各位老少爷们们，都进店来吃上喝上，红包拿上，以后多多捧场，请各位进店来。好。来来来，各位，坐好，坐好，坐好，别急啊，别急，好好好，来来来，坐坐坐，好好好啊，来来来。 善海，别以为俺想救你，是你命好，阎王殿暂时没你的号。要说，你真不用救，俺死了就凭着欠下的饥荒。善海，周大马的闺女，还有那个姓秦的认你当哥，你够格吗？你个响马！ 不和俺的要，俺这就告总红军去，给你上铁刷子。俺喝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灭火！快点，快！快点，您快点！怎么？怎么就这么都烧没了？ 啊！是俺的二踢脚点着的，不会有人故意放火？是不是想给老当家的和善海招魂？是不是有人放火？东家，这是天意呀！天意，是上天安排的，开张大火，大红大火，您要火呀，老板，您要火呀，大火。 你们说不是有人故意放火？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是老天给俺个吉兆。东家，说句为您好的话，这老饭庄给他拆了，盖新的，您肯定是胶东第一富户。真的？真的。嗯，不过这事儿，扒房子盖房子的，得跟日本人。 说一声，俺得去找龙岗太君说一声。干活吧！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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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！东家慢走。你怀疑有人捣乱？这个小才子啊，从离开就一直没露面，俺就怀疑他阴魂不散。 孙队长，你是侦缉队的队长，所以你要自查，看看你的属下
究竟在做些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。皇军，您放心，俺一定要查，一查到底。皇军，俺能不能重新修这个饭庄啊？当然可以。皇军需要宁海州的繁华，你一定要把那饭庄修好，而且我建议你引进日本料理，将来皇军可以把你的饭庄当成宴请的地方。谢谢皇军的栽培。等那个饭庄修好了，皇军去了，通通的免费。俺呢还要请一个最好的厨子，专门伺候皇军。三家妹儿，俺跟你说，这周家大少爷死了，你好像一点也不上心呢啊？人家周大马好歹是跟日本人打仗打死的，你这现在又跟日本人干活，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？伤心有什么用呢？大家都得活着混口饭吃。我历来就被人使唤来使唤去的命，使唤完了我就不管我死活，要保命还得靠自己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是谁啊？都一样。我现在只关心于世如，抓到于世如交给日本人，我在日本人那就免死金牌了。不然的话，他们什么时候不高兴了，就像小鸡一样会把我掐死的。他们这么反复无常呢？怕了？已经上了贼船，就只能往前行了。你看，我这一个妇道人家都变得胆大了，你还怕什么？三娘们，日本人把俺山寨给炸了，咱俩只有一点，都是为于世如。我他娘的跟你上了一条贼船了，一会儿到山寨你自己说去。爹，娘，你上山豹回来了，说有事要跟你们说。人呢？他私自下山，怕你们责罚，在外面没敢进来。这个丑小子，让他滚进来！让小山豹进来！我回来了，我回来了。私自下山是俺不对，看是去给寨子立功的。立功？哎，娘，俺的烟馆见着周大马的三娘们了。三姨太？爹，那娘们儿他让俺问问你，能不能把于世如交给日本人？咱们只要把于世如交给日本人，他们跟咱寨子之间的恩怨就一笔勾销了。勾销？这真是日本人的意思啊？俺看着啊，那娘们身边站着俩说日本话的，看着还是个大官呢。老七啊，俺看还真是得打打这个算盘了。你说这个荒郊野岭没吃没喝的，再接下来呀，恐怕是坚持不了多久了。你倒是拿个主意呀！爹，咱就把于世如给他们吧，咱不能再让于世如骗了。
娘，你就替俺爹拿个主意吧，咱现在就去把于世如绑了去，咱现在就给了日本人去。可是俺怎么相信这个三姨太呢？又怎么相信日本人呢？那娘们在寨子外边待着呢，还有俩日本人把他们带来了。什么？混账！ 你怎么能把日本人带到这儿来呢？弟兄们成天这样，在这上钩子边待着，我心里边也难受啊。哎呀，行行行，老齐，下边人也是好心呐，听人言，吃饱饭。既然来了，那就见见。嗯，好，那就见见吧。 老周家的三姨太，俺本来想把你送给日本人换几个钱儿，没想到你自己爬到日本人的炕上去了。谁让咱们都生不逢时呢？现在这个年月太乱了，要想生存下去，就得识时务。只要你们把于世如交到日本人手上。 以前的事既往不咎，我就是来给你们送这个信儿的。我告诉你，陕西俺们叫识时务。老子海龙寨向来是独来独往，谁来了灭谁。可现如今被日本人占了山寨，赶得满山跑，俺跟他不共戴天。从今往后，谁要是在俺的面前再提头日本人， 毙了他！现在，俺要为俺那儿子报仇，把他给我绑了，点天灯。程七爷，你听我说。住手！七爷，三姨太不能杀。 俺山寨的事情你少管，一边待着去。七，山寨的事儿我不管，我也管不着。可是我提醒你一句，你别忘了，他是谁的三姨太。周大马的，杀的就是他。周阳现在和单海在一起，他们手里有我们想要的东西，留下三姨太，对我们有用。要不？ 我跟他谈谈。
现在就杀了你。哟，于队长，你还这么记仇啊？背叛祖国，出卖同志，杀无赦。对我就这么狠？我还想着帮你找出路呢。于世如，我跟你恩怨怨也多少个回合了，看来咱们缘分还是未断呢。莫言下礼，便无难。赚得行人错喜欢，一山放回一山拦。你到底是什么呀？我直属军统山东总站。图纸搞到手了吗？搞到了。程老七一直看着我，无法脱身。只要我一脱身，立刻把图纸交到指定地点。图纸要马上毁掉。为什么？你一旦交给了上级，图纸马上会到日本人手上。为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我们千辛万苦找图纸，目的是为了跟日本人交换一个被俘的军统高级特工。他知道的秘密太多了，如果他被判了，我们将会有上千个人被抓被杀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们一开始执行的是相同的任务，和组织失去联系之后，我被俘了。本来我想利用这次机会去刺杀那个特工，可是没想到他叛变了。日本人封锁了消息，他们更想得到金矿。我原以为我们保护金矿就是在保护国家资源，我们牺牲了那么多同志，包括我父母也因此而殉国，难道只是为了一个交易，一个筹码？于世如，我们得想办法离开这儿。我带了一瓶毒药，就藏在山石下面。慢一点，太子。四个伙计围着孙二狗，已经把他回蒙了。好，哎，你能确定这条通道一直能通到地牢最东头？放心吧，俺去过，只要摇摆线儿没记错，肯定能挖到正下方。好，哎，上来歇会儿。不了，俺下去。
上海那边情况怎么样？俺听上海说，日本人要把他运走，送到青岛去。送去青岛？说是啊，那里的鬼子厉害，会审人，能让上海招。哎呀，这就麻烦了，老板仙儿。 你给上海调养的时候，能不能让他看上去像经不起折腾、去不了青岛的样子？那呀，就给他先减两味药，再加一味，再把他上海的脉象压一压，看上去他好像不行了。其实呢，他没事儿。那太好了。 所以，俺们必须想办法砸石砖、砸石瓦。万一这动静一大，让小鬼子发现，咱们就全功尽弃了。这都挖了一夜了。 应该回来了吧？我们准备明天一早就送上海去青岛。太便宜这小子了，就这么送青岛去了？那你想怎么着啊？听好了啊，你和你的侦缉队要严加盘查，一定要保证宁海州的安宁。 快吃饭吧，都饿了吧？快来吃饭吧，齐队长。哎呀，你们挖怎么样了？已经挖到地牢下面了。哎呀，那太好了！好什么呀？下边有块青石板，挖不动了。要是挖起来，小鬼子肯定能挺住。不能这么拖下去。 这么挖土方，时间一长肯定透风。小鬼子打算把上海送到青岛，今天晚上之前，一定得有个定案。林队长，大小姐，不好了，孙二狗那个狗东西去了工地，一直在那儿转悠，好像察觉出来什么。孙二，正常。 去把孙二狗做了，俺就把他做了。哎，等等，林局长，俺先去找几个伙计，先问问他。这是。 来的老瓷器啊，说说看，这是哪儿来的瓷器啊？不知道啊，这可能是咱们店里的盘子碎了吧？蒙俺是不是？告诉你，你们不认识，俺可认识。这是咸丰年间的瓷器，咱们店里哪儿来的这么老的盘子？您就别费心了。 哥几个正找您喝酒呢，我就缺这顿酒，告诉你这事儿还没解决呢。大喜事儿，俺兄弟娶媳妇儿。
财主家的闺女，您一定赏个脸，再跟您打打牌，给您点点炮，您胡牌。主要是啊，日后您多多提拔。嗯，哪个麻将馆啊？您挑。好，到时候啊，我得狠狠的赢你。俺一玩啊，可就玩大了。走。你们知道吗？明天一大早，皇军从青岛派来的车就到了。单海这小子就要被送到青岛了。到了那儿，不仅要大刑伺候他，哼，安青帮的上上下下都等着找他算账。这小子，嘿，算是折腾到头嘞。哎，又糊了！掏钱，掏钱！小鬼子就要把上海押到青岛了。孙二狗好像发现了咱们范庄的工地，今天晚上无论如何，得把地道挖开，救出上海。小鬼子听见了怎么办？俺们给他来个响的。俺已经把锅盖头派出城外，今天晚上他会带一个小队佯攻县城。天黑，小鬼子看不清楚，不敢轻举妄动。只要枪炮齐鸣，咱们就趁机砸开地盘。连长，俺们救出上海以后，要从地道口出来，从工地口到城墙的地道口，这段距离非常关键。你的任务是守在卫记饭庄。放心吧，队长，保证完成任务。才子，你的任务是集合所有要走的卫核心的伙计，不管能不能救出上海，今天晚上提前出城。为什么不等上海？万一救不出上海，鬼子肯定会怀疑卫核心的伙计，到时候再出城，谁都跑不了。俺们的原则是能走一个是一个。秋千，秦队长，你说啥最危险？俺干啥？没啥危险的，你的任务就是在日本宪兵司令部门口看着，鬼子如果有什么行动，给俺们发个信号。哎，九千，马上见着你们东家了，开心吗？开心。俺要两颗手榴弹，万一遇见啥事儿，俺还可以招待鬼子。手榴弹可以给你，但是为了救上海，一定不能弄出动静，明白吗？明白。才子，为了统一行动的时间，你能弄两块怀表吗？这个放心，交给俺了。行动吧。周小姐，天一黑，你和宋县长跟卫核心的伙计一起出城。不，俺要跟郑成回范庄等上海，等不到上海，俺绝不走。小白仙，俺们今天晚上全部出城，赶走了。俺哪儿也不去，俺离不开俺的这些药。俺们今天晚上一闹，小鬼子肯定不会放过你。俺这把老骨头了，还在乎什么呀？那好吧，等俺们走了，你也找个地方避避。俺是最后一个了，进去。孙二狗呢？俺把他灌醉了，现在还在睡着呢。好，进去吧。那你呢？甭管了。宋院长，哎，您先藏起来吧，俺去看看。好。
谭总，怎么样？他们开挖了吗？还没有呢，跟锅盖头约的九点，现在还没开始。小鬼子好像知道什么了，他们在宪兵队门口和城门之间布了不少岗哨。岗哨？我得回宪兵队去看看，快去！马上出城通知锅盖头，再等就来不及了。快！好。大小姐，俺们还得通知队长，提前开挖，不然就来不及了。你快去吧，我给你在这放哨，你放心吧，快走。小鬼子是不是要提前把东家拉走啊？俺看行，他们跟孙二狗说明天把他送走，俺看八成是糊弄咱呢。那真要是这样的话，那就坏了。上海に拘束するから、冗談のことで気をつけなさい。はい。さあ、いってらっしゃい。这个电话让提前行动，什么？提前行动？快躲起来！不行，太子哥，那小鬼子要提前把东家带走了，你快回去，俺冲出去跟小鬼子拼了！不行，要干咱俩一起干！不行，你快回去告诉秦队长，让他们赶快挖。太子哥，俺可能再也见不到东家了，你见到俺东家，帮俺告诉他一声，俺下辈子还是他的伙计。上海人向前给咱走，要走路的，门口的，老师们，要上前面查查路。嗨！你们两个查查，兄弟们，给俺打！地獄は外にいますから、どうしますか。奴らは上海を助けに来たんだ。だが城の中の上海の仲間を殺すのが先だ。はい。
还在这儿，后面有鬼子，你往那边走，俺掩护你。小心，你在哪里？上海は地区道から通わされました。おい、キャンドルさせろ。おい、おい。やどに追撃。